深得人心，却又如此捉摸不定。还是想靠近，暗自的窃喜，引起你注意，不假掩饰的小情绪，透露爱的讯息，说喜欢你，点到有点腻，其实真的只想说明我的在意。被你这样过的风都变甜了，心脏还要怎么负荷你的笑呢？被你自然化的梦幸福来了，幸福哪怕多点曲折，牵你的手依然是我，依然是我。我发现我妈做饭还是这么好吃，根本就吃不腻，是吧？啊，不过你现在还太年轻了啊，是吧？啊，没事没事，吃饭吃饭。哎，嗯，阿宇，嗯，咱们隔壁家那个儿子啊，嗯嗯，人家过完年就要结婚了，是吧？跟咱们家姑娘年龄一边大，是吗？嗯，哎呀，这前几年见着还是一个毛头小伙子，这现在就要结婚了，这也太快了吧？这还快？你还记不记得？去年的时候我带你去参加我那同事孩子的婚礼，人家孩子都已经抱上了。这么快啊？啊，哎呦，你怎么就知道吃呀？ 你这也老大不小的了，你说我这走到外边，人家街坊邻居都问我，哎，你们家姑娘个人问题怎么样啊，我这都没法说。你说爸妈，你们就放心吧，你们的女儿啊，现在有人要了。什么？什么？有人要了？谁啊？谁啊？干什么的呀？姓什么？家在哪儿啊？啊！你说话呀！不是你总常说吗？食不言，寝不语。你别忘了，赶紧吃，饺子都凉了。哼，不是你这么大的事儿，你得……哎，爸吃。你得给我们具体介绍介绍，让我们心里有个底啊，要不然这顿饭我们、我妈做的花生都这么好吃啊。欢欢，你刚才说的那个男孩子啊，他是你同学啊？哎，你们谈多久了啊？是同学，谈了4个月了吧？哟，都谈4个多月了呀，那你都不知道跟妈妈说一声呢？哎，人怎么样啊？会不会欺负你啊？啊，人很好。妈，你闺女长这么大，什么时候被欺负过？哎呦，我跟你说，这事可说不准。这人啊，知人知面不知心。嗯，你一个女孩子嫁在外面，可千万不要被男孩子欺负了。爸妈，你们就放心吧，他对我很好。小白，我想你。欢欢，我也想你。嗯，哎，要不要我们现在去一欢堂玩玩？好久没上了，不然手痒痒。好啊，正好寒假没什么事儿，欢欢既然想玩了，那我们一起去看看。好嘞，让我们重回一欢堂，回味一下初见的甜蜜和温馨。这是什么？这是恋爱的故地重游。公子好生眼熟。小姐有礼了，小生亦有同感，不知是否在梦里见过。不知公子从何处来，又往何处去？自是从他处来，
往别处去。那不知公子芳龄几许，可有婚嫁？我还未婚配，不知小姐是否愿意跟我回家？公子休得无礼！好喜欢，好喜欢，好喜欢！我也好喜欢，能不能带我一个呀？你们怎么都来了？这儿可是公会频道，我们还不能来转转吗？可以。哎，有些人啊，有些情侣啊，谈恋爱都谈到一欢堂来了，还真是把这儿当成自个儿家了。这么说也算是，这里是我和欢欢的定情之地。我们谈的可是昭告天下的爱情，有什么可藏着掖着的？好好好，我不和你们争啊！我错了，过年了，我就不吃狗粮了。正好大家都在，不知道寒假大家有什么安排吗？茶色大人有何吩咐啊？我想的是，既然是寒假，如果能有机会，是否能一起约出来见个面？我们两个工会也合作很久了，也算个机会。可以啊，我赞成。鸡翅赞成，和欢欢一起赞成。好啊，去。那就这么说定了，我来安排线下见面。有天，快点儿，来不及了。你别着急，我不得检查一下证件吗？哎呀，放你外衣口袋里了。一百，我们出去玩这几天，好好照顾自己哦。好，妈，你们去吧，我的生活自理能力你们还不放心啊？那是，不像你爸，处处让人操心。一百，你真的不跟我们去国外旅行了？在家里闷坏了。不了，爸，我还有事儿，忙着呢。去玩几天没关系的。哎呀，走了走了。哎，走了啊！你拉我干嘛？我还没说完呢。好，拜拜，妈。快走。拜拜啊！就你事儿多。夜半三更又盼天明。欢欢啊，嗯，这今年的春晚没有去年好看呢，啊？真是女大不中留啊，我倒要看看是哪个傻小子。我说啊，什么时候把那小子带到家里来吃顿饭怎么样？爸，八字还没一撇呢，你赶紧看电视吧。看电视，看电视，你这孩子。我跟乔一白以后也能这么好吗？哼，我可怜的小白，你爸妈还真把你一个人丢在家里过年啊。对啊，我只能一个人可怜巴巴的待着，不像你还有爸妈陪着。富裕将代替了贫穷，康健将代替了疾苦。你想多了，他俩早就睡着了，我也是一个人在看春晚。要是小白你在就好了，好想你。我也想你，欢欢。新的一年，希望大家爱情事业通通丰收，
每天都能乐不思蜀。喂，乔一白，新年好。欢欢，新年快乐。你在干嘛呢？看电视呢。那你爸妈呢？他们还睡着呢。你去阳台看一下。去阳台干嘛？我就在你家楼下。你怎么在这儿啊？这是不是就一起过年了？讨厌，你骗我，你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啊？想给你一个惊喜嘛。新年快乐。谢谢。还有这个。买烟花了。对啊。还有什么？这个。黄欢，爸。叔叔。黄欢，这是。这是我同学。同学，同学。同学啊，同学。那个，我屋里碗还没洗呢，我先回去洗个碗啊。啊。叔叔再见。再见，再见。新年快乐，叔叔。哎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。哎，那个黄欢，等一会儿别玩时间太长了，早一点回来啊。啊。老婆，你辛苦了啊。你就这张嘴。妈，早。哎，早，一会儿吃饺子了啊。早，宝贝儿。别忙了，别忙了。哎，快坐呀。给你揉面呢，你干嘛呀？啊，祝爸爸妈妈新年好。在新的一年，希望爸爸妈妈可以心想事成，万事如意，身体健康，依旧甜甜蜜蜜。嗯，说得好，说得好。多大的孩子还不成器。哎，孩子说的没毛病。来，闺女，这是老爸给你准备的大红包，给。谢谢爸。不客气。满意不？嚯，大红包。嗯。哎，那你是爱你爸爸呀，还是爱红包啊？啊，当然都爱了。更爱我亲爱的妈妈。嗯，这话我爱听。你呀，就赶紧嫁出去啊，每年能给我省不少钱呢。就算嫁出去了，我也要每年都回来找你们要红包。哎呦，你看着，我就说啊，这姑娘这脸皮这厚啊，太随你了。哎呀，放心吧，闺女，以后你的大红包啊，都包在你爸爸我的身上了。靠谱啊，老爷。哎，闺女，来，爸爸给你说点事儿，来。怎么了？哎，你把昨天晚上那小子的微信推给我。干嘛？过年了嘛，给他发个大红包。那您给我就行，我帮您给他。这怎么能行呢？这男人呢，得有点自己的私房钱。咱家就是你妈一直掌握着经济大权，哎，你就不能学学好啊？嗯，我觉得您说的特别对。妈啊，我没事没事没事。没事没事哎，你包饺子吧，包饺子啊！吓了我一跳。没事没事，你这我真笑。现在给他发个新年祝福，应该不算很特殊吧？李艺人，新年快乐！我去看一眼你的朋友圈，不过分吧？
还不出来呀？来了妈，新年快乐。倩倩，你是不是谈恋爱了？你怎么看着手机这么高兴啊？嗯，谈了。来来来，快跟妈妈说说，他是什么人啊？干什么的？他叫梁成，学校学长。没了？没了。好香啊，老爸，吃橘子。啊，那橘子可是你妈亲自挑选，为你特意准备的。他叫梁成，是我们学校大四的学长，篮球不仅打得好，人还长得超级无敌帅。然后呢？没了，就没了。父母是干什么的呀？他父母啊，他妈妈好像开了个小店，把他一手拉扯大的，还挺辛苦的。他爸爸好像挺早就过世了，条件又不好，还是单亲家庭。老罗，啊，哼，啊，外面有人敲门，我去看看谁来了。行了，我走了，回来。哎呀，老妈，不许叫我老妈。美丽的妈妈，她就是我们学校篮球社的社长，球打得特别好，我相信她一定会有所成就的。我要陪她拿到 CUBA 的冠军，陪她打入 CBA。 CBA 海京大篮球队队长，这小子不错啊。乖女儿，只要你真心喜欢，老爸就全力支持你。老爸，吃橘子。哎，赶明啊，把那个什么队长先带给你老爸，先带给你妈瞧瞧。老爸真好。哎，我帮你，你别坏我事儿啊。你妈呀对你最好，是吧老婆？来吃个橘子。老罗，你是不是要跟着罗谦一起瞎胡闹？怎么会呢，这不孩子都这么大了，他也有自己的意见了，咱们得尊重他。哎呀妈，别老跟我爸生气，别理他。妈，爸，我都已经长大了，你说的道理我都知道。再说了，你姑娘的眼光有那么差吗？一般凡夫俗子怎么会入得了我的眼呢？行了，今天这事儿就到此为止了啊。我先上楼了。傻丫头，哎呀老婆，当年你傻乎乎的非要嫁给我的时候，你忘记了咱们宝贝闺女不是和你当年一样吗？那臭小子能和你比吗？哟，这话我爱听。来来来，吃橘子。你订婚了？他过年的时候求婚了。啊，那恭喜恭喜啊。谢谢。对了，估计大家一会儿就到了，我们先整理一下名牌吧。依然，答应我。你一定要过得幸福，如果可以站在你的身后保护着你，也没什么不好。你愣着干嘛？赶紧来帮忙。哦。
来是你啊，终于对了，真配啊，神仙情侣。我说，你看人家，你再看看你，我咋了？还不允许我羡慕？哎，玉白和香剑花怎么还没来啊？哎，头牌嘛，肯定是要压轴出场的啦。各位工会成员，大家赶紧入座吧。哎，对对对，桌子上有名牌，大家赶快坐下吧。我刚才微信问过欢欢了，他们马上就到，路上有点堵车。学姐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玉白。大家好，我是香剑花。哇！天哪，金童玉女，你俩简直是绝配。欢颜，听说你要退圈了，你以后不会真的不配音了吧？哎，说着退圈，我没事还是会回来看看大家的，万一客串一下呢？好啊，欢爷，不管你要做什么，我都是你的死忠粉。嗯，好啊。哎，对了，一白，我听说你们团队刚拿到融资，这要风生水起了，以后啊，可不能忘了我们大家伙。下次聚会啊，去我们公司，好吧？好，好，好。好好，今天大家都辛苦，下次再聚。我还有事儿，我先走了。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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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要给我买？买买买！你要给我买？说了吧，你就这两天的事儿嘛，真的是。而且去，这叫替一人提的，你根本就配不上了。你哪儿蹦出来的？有你管吗？别打了，管得着吗你？说说，再动一下试试。学姐，我。谁这是啊？你听我解释，不是你想的那样。你没事吧？啊？会你是谁啊？拉响坠入有你的海洋，连呼吸都勉强。两个人的爱慢慢变淡，也沉醉的心。我到家了，你回去吧。伊人。你明明知道他是个渣男，你为什么要一而再再而三的忍气吞声？他值得吗？伊人，你忘了吗？你是一个多么优秀多么骄傲的女孩啊。我和他在一起七年了，七年不是说忘就能忘的。之前我一直以为他能够回心转意，所以我放手祝福你们。但是李依人，你听好了，从现在起，我苏傲要争取到自己的幸福，我绝对不会让任何人再伤害到你。谢谢你，苏傲。李依人，我喜欢你。我和欢欢现在就在公司门口，你快点来啊！孙宇来接你啊？嗯，真好。嗯，这雨啊！小雨，哎，白鼻，你们没有淋到吧？没有。那我们赶快走吧。嗯。
欢欢，要不你跟我们一起走吧。我不去了，我还要先回公司交素材呢。那你没伞怎么办呀？没事儿，我一会儿拦个车就行。你们赶紧走吧，一会儿雨再大了。哦，好，去吧去吧。那你慢点啊。嗯，拜拜拜拜拜拜。师傅，你先出去吧。严老师，这件事情是我做的不对。我器材我会想办法赔偿的，然后素材我也会想办法的。我说了，你先出去吧。哎，你知不知道余欢好像把今天采访的素材给弄丢了，听说还把带出去的新镜头给摔坏了呢。啊，不会吧，他不是做的挺好的吗？严老师和主任不是经常夸他的吗？怎么会犯这种低级错误啊？谁知道是真夸还是假夸，严老师竟然也没有发火。我看可能是看他是飓风网未来的老板娘，能忍则忍呗。啊，真是好羡慕啊。谁不羡慕？喂，学姐。欢欢，怎么了？我今天晚上去找你吧。好，我在家里等你。男人都是大猪蹄子。这话不应该是我说吗？你怎么抢我台词呢？说吧，乔一白怎么你了？今天这么委屈。倒也没怎么。但是我当时真的挺生气的，只不过现在好像也记不起来为什么生气了。我们欢欢开始为情所困了，看来他在你心里的地位还是蛮重要的嘛。也没有那么重要了，也就那么一点点。欢欢，我真羡慕你的直接，你的高兴与不高兴都在脸上，不用隐藏也不用回避。学姐，你怎么了？每个成年女性的生命中都会遇见那么几个渣男。乔一白可不是渣男啊。欢欢，咱们还是别聊了，吐槽被你整成了吃狗粮。那就喝酒来。真的，他很少来逗我开心。一点多了，乔老师，这有好几个你的未接电话。我先走了。哎，老板，你慢点。辛苦了。这边再往上推一点。陪你摘带过的风都变甜了，心脏还要怎么负荷你的笑呢？陪你
修好不容易答应梁成再陪他踢一次球，没想到梁成足足在足球场上等了秦修一个时辰，秦修都没有出现，梁成这才进屋找他。结果一进屋便看到秦修半死不活的趴在桌子上。秦修，你怎么了？抱歉，梁兄，起不来了。到底怎么了？胃痛。喂，你干嘛？去找大夫。喜欢总美好。